家好。到了夏天，在我们农村有一种清凉开胃的食材，那就是苏子叶。苏子叶它有两种，一种是青苏，还有一种是紫苏。紫苏它的气味就比较浓烈一点。看我的身后这些全部是紫苏，现在摘一些回去做菜。一般我们农村都是拿它来烧鱼，还有就是炒田螺。也可以用这些紫苏它的叶子，可以直接做那个腌菜，特别美味。看这里这一大片全部是紫苏，现在摘一些回去做腌菜，做腌紫苏叶，特别美味。紫苏它是一年生的草本，切掉那一段，吃了吧。它的适应性很强，对土壤的要求不严。它的全株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具有低糖、高纤维、高胡萝卜素、高矿物质。看，这些全部是紫苏。现在摘一些叶子回去腌紫苏叶。这个紫苏叶可以用来烧鱼，还可以用来炒田螺。在夏天，这个紫苏叶是特别清凉开胃的。这些嫩叶含抗衰老素很高，还富含多种氨基酸。紫苏的全株具有发表散寒，还有暖胃理气抑菌的作用。它是我们农村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，有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。好了，你看摘了这么多，现在回去家里做特别美味的。